哈喽兄弟们，中午好，又到了一年一度吃生蚝的季节了，咱今天来检测生蚝的肥度如何。咱家的老铁有没有喜欢吃生蚝的？喜欢吃的扣个一，不喜欢吃的扣个二。这个生蚝足足有3斤左右，我去了，这个大肉。进来的朋友能否用你发财的大手给小弟点亮红心加关注。随着潮起潮落，在海边捡到鞋垫子鱼，在吃鱼之前一定要把鱼皮慢慢的脱下来，这样的话起锅烧油，鱼更加入味。有的老铁一进来感觉学到知识了，会给我个双击，而有的老铁会立马给我个关注，看我马上赶海直播了。进来的朋友们你们好，这是我今天中午赶海的时候看见这位老大娘正在挖蛏王。老大娘的姿势手速一看就是老行家，我的个妈，这个蛏王大，哈哈哈，我的个妈嘞，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么大的蛏王，大家老铁有没有见过的？进来的朋友能否为大娘点亮颗红心，加个关注，看我每天带你们户外干。来了兄弟们，双击就打，双击就打。有老铁发私信和我说，让我开个珍珠棒给他看看里面是否有珍珠。那位老铁还说了，如果要是有珍珠的情况下，就会给我个双击。我的个妈嘞，属实打脸了，没有珍珠，此视频我就不要双击了，要也没有人给，加个关注吧。哈喽兄弟们，我又来和你们要双击了。有老铁和我说，让我解剖个蛏王，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那位老铁还说了，如果我解剖给他看，他就会给我双击。这位老铁，蛏王我也给你解剖了，这个双击你开始给吧。我天天和你们要双击，我太不要脸了。按个关注，开播马上赶海直播。来了兄弟们，这是我今天中午赶海的时候，非常有幸的遇见这种螃蟹。看它的面部长得发紫，都说像唱脸谱中的关公，所以当地人跟它叫关公蟹。听说遇见这种螃蟹双击都能一生平安，好用连连。喜欢的双击加个关注，开播每天带你们赶海直播。哈喽朋友们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这是我今天赶海的时候发现这个可爱的小东西。哎呀妈的，你看它还会动。大家老铁有没有认识这是什么东西的？认识的扣个一，不认识的扣个二。在你手机不费流量的情况下，麻烦你给小弟个双击加关注，开播马上赶海直播了。来了兄弟们，此鱼名为石头鱼，在吃鱼之前把鱼皮慢慢的脱下来，这样的话起锅烧油，夹至金黄，鱼更加入味。隔壁的小孩都馋哭了。有的老铁一进来感觉学到知识了，会给我个双击，而有的老铁立马给我个关。哈喽兄弟们，最近杀马蟹动老火了，啤酒、饮料、矿泉水、鸡蛋、牛栏山、红牛等都未灌出杀马蟹。咱今天放了大招，用芥末来灌杀马蟹，看看是否能灌得出来。如果能灌出来，咱家老铁给个双击；灌不出来情况下，这个双击咱就不要了。属实是真的，太打脸了。加个关注吧，看。哈喽兄弟们，有同学发私信和我说，让我拍一个活的水母在水里面游动的，给他看看。他说如果我拍了，他就会给我双击。他说他全班有108位同学都会给我双击。这位同学为了108个双击，我开车走了20多公里，终于拍到这个视频。这位同学双击双击加关注，开放马上赶海直播。哈喽兄弟们，有小姐姐发私信和我说，和她男朋友分手了，让我发个海气球海蜇的视频给她看看。她说看了心里边都好受一点。这位小姐姐你可真坏，你为了好受，这个海蜇是会蜇人的。我的个妈嘞！小姐姐为了你心里好受，我拍了5颜6色的大海蜇。这个视频你给我双击，开播5点左右。哈喽兄弟们，下午好，欢迎来到自买自发节目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有心而力不足。哎。有老铁叫我挖个大生蚝给他看看，如果挖出来他就给我双击。这不一下午去市场买了个生蚝，自买自挖节目，双击能给就给一个，不能给咱就不要了。天天要双击，属实太打脸了。